讲第十章，髋部和臀部的拉筋操。第五十一个，编号051，胯腿压膝的仰躺式拉筋操。步骤：仰躺，一脚跨向另一脚，将跨越的脚放在平放脚的膝盖外侧，用对侧的手把弓起的膝盖往地面压。就是这样。动作诀窍：双肩要平贴地面，把注意力放在将膝盖压向地面，而非往胸部的地的方向拉。拉到的肌群：主要肌群，臀中肌、臀小肌；次要肌群，我不知道我这样离那个 camera 那么远会不会声音进不来，我在这边好了。主次要肌群是阔筋膜张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髂胫束症候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滑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59。好，下一页103页，052，趴卧收单脚的髋部拉筋操。步骤：脸朝下趴卧，一腿收到腹部下方，然后把上半身往地面压，这个要放在腹部，然后那个腿要平过来，平过来。怎么找平？就是你看我的脚，你就是这样平着放，这样平着放。你是坐着吗？不是，你看。这一脚是平的，这脚是直的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这个那只脚，你摸我那只脚是直的，另外一只脚，另外一只脚在我肚子下面，在这里，要放到另外一只脚这边，等于是要放到这边来，对，是不是？脸朝下趴卧，一脚收到腹部下方，然后把上半身往地面压，这样子，对，你另外一只脚要伸直。另外一只脚要伸直呀，伸直，那个脚要脚尖要朝下，脚尖朝下，没办法，你现在是，我知道，我没办法朝下。OK。那我上面这只脚对吗？上面那只脚是放平的，你可以放平。怎么样平法？你看我，你摸一下我的手好了，我的脚好。这是不要装，不要装。对不起，那手怎么了？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不是有洗肾的瘘管，在蹦蹦跳，它的静脉那个动脉在这边。哦。所以那边我很痛，我那边神经丛很多。好。是这样。在这边，那其他轻量很弱，这个对我是高难度的动作，这样子。那个脚是脚背朝下。我知道，先不要管那个脚背，我没办法。好，那我再练一次。步骤：脸朝下趴卧，一脚收到腹部下方，然后把上半身往地面压。这样子可以吗？
你有压到吗？压。有啊，我胸部已经贴到大腿上了。哦，对，那两只手，对，但是两只手要撑着。撑着。对。他要压什么？晚上拉。他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梨状肌，次要肌群是上两个儿子的子是怎么念啊？两个儿子的绝。啊，上绝肌，下绝肌。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，这个动作诀窍，这个拉筋动作不容易做，身体重量一定要受到良好的支撑，用双手保持身体的平衡。我知道，这个动作我会做。好，来。那我先换脚做。有注意胸部哪一些？你可以摸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动作是怎样。这个拉筋动作不容易，有注意胸部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。弹响髋、大转子、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。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竞走、健走，配合练习哪些拉筋操？是编号054，这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啊，下一页，编号053，第104页。站姿收单腿的髋部拉筋操。好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需要一个凳子，我们需要把脚跨在一个凳子上面。拿那个的。好，来，不是站着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应该是要这样。好，你要站在他的对，好，完念了哈。步骤，站在椅子或桌子旁边，把外侧的脚搁在椅子或桌子上，外侧的脚，这个是外侧脚，哎，搁在椅子上面，怎么搁？这样子。对，放松腿部，那个脚不是这样，脚要。横着放，让上身前倾，小心哦，哎，然后拉弯曲站直的腿，放低整个身体。动作诀窍：用站立的腿调整拉筋的强度，姿势放得越低，感受的压力越强。就是另外一只脚要蹲低吗？对，然后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梨状肌，次要肌群是上绝肌、下绝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。有注意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，你可以换一脚了。这个跟我学到那个更好用。我先把这个，我学到的更好用。好，这样。有助于修复哪些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赛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。我也试试看，竞赛项目最后一点，我把脚弄上去。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。足球、橄榄球，滑雪、溜冰、健走，竞走，可以配合的哪一些的拉筋操是编号052？那你看，我现在就是做这个动作。嗯，知道了。这个接手是撑住的。没有，这只手是要压住这个脚。这样压住，对，对，不要放着，
哦，这样子腰跟腿都还蛮累的。好。好。然后054下一个动作105页054站姿跨腿的臀部拉筋操，这次是要手要放在那个桌子上，这个比较好。其实三个手指可以我翻过来就可以。步骤：产站姿，用椅子或桌子帮助保持平衡，将一腿的脚裸放在另一腿的膝盖上，慢慢放低身体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它是侧，它是侧站，它是侧站。侧站，这样子。你身体往前，你身体有渐变往后了，我的照不到你。对对对对。这样子。啊，你扶着，对。对对对，他蹲。对。那另外一手。动作诀窍，另外一个手就，放在这个后面而已，放在这个后面。然后，动作诀窍，用站立的腿调整拉筋的强度，姿势放得越低，感受的压力越强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梨状肌、次要肌群。上掘肌、下掘肌，闭孔外膝、骨方肌，那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、正后群。你看我现在也在做。那它跟那个节奏差不多。对。还一样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、正后群、髋响髋、大转子、滑囊炎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板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溜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60。好，下一页。第106页055，这个是踩坐姿，坐在地板上。055旋转髋部的坐姿拉筋操步骤：踩坐姿，一只脚屈膝置于身前，一只脚放在臀部后方，让整个身体倒向后方那只脚。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啊。动作诀窍：身体越贴近后方那只脚，感受到的拉筋强度越强。你身体要挺起来，然后那个手是往后面，往后面。另外，对不起，是另外一边，不是挺起来，你没有挺起来。身体要这样。我做给你看，我做给你看。好。来。OK， 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，身体往后转一下。啊，是往这侧转。对对对，往这边转。啊拉到的肌群，你要不要再试一次？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尺骨肌，次要肌群是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、骨薄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他要坐正嘛，然后对啊，你身体要往那边转，这个手要往那边，对对对，哦，我压不下，我这边都压不下去啊！天哪，怎么会呢？我好像觉得很简单呢。我压不下去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我现在换另外一只脚。好，你看我先换这只脚。对啊，大姐。你看，我先换这只脚哦。哦，这样，就这样。你还可以靠我，靠这边就行了。那我身体还可以往后转，你看我身体转到这个位置，你看我的脚在这里，然后我身体转到这个位置。你看看我大概是这样子卡住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身体好像也不能转，我不能往后转，是不是？不是往那样，你摸我的身体是直的，往这样，看到没有？身体是这样的，你的身体没有转过来，身体没有转过来。我身体连正都正不了，还转。对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锁肌部肌肉拉伤、内收肌肌腱炎、髋响髋、大转子、
滑囊炎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定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哪些拉筋操？编号056。好，下一页，这可以了吗？哎，大姐，可以了吗？你维持那个动作一下。好。你先不用反翻先。好。哎。那你要这只脚吗？对对。OK， 好。他是要拉这一只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看到你说我不用这样子，你说我身体不用板是吧？身体它是要板的，这样板，这个手要放在这个腿后面。它主要是拉到这边，这边的。这里。嗯。大姐，大姐你躺着一下。怎么躺着？这个是坐着的。你躺着，你躺着一下。好吧。好，你躺着一下。你感觉我现在在操转你手脚上的哈？有没有那个一样拉到那边的感觉？是大概这样子吗？你要我干嘛？没有，你说就好。不是，我来动，我帮你动。你要我帮我动？就是我帮客人做的时候了。哦，这样子有吗？你干嘛？你这样就行。动作很奇怪，你都拉我这边。因为你就是压下去，不是会翻这边吗？哦，你是说这样吗？对，你坐起来之后，我要帮你坐。不是，你感觉一下。你是说这样吗？对。然后如果起来的话，这一脚是你看是外翻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坐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一脚朝前，它要往外啊，这样子往外有没有？有没有拉到这边？以后有这个动作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这个都我看到有。这个是。这以后有这个动作。我要帮客人操作，你这个自我操作。没关系。换成人操，像我刚才讲的有没有？他刚才那个很多弯曲有没有？我们帮客人操作，或是说我们教客人的啊。好，是这样子，我们是这个姿势，这样拉，就是那个脚弯曲嘛，我们变站立变躺着，我们学到的是这个，好，这样子弯，就是脚它不是站直的吗？然后不是脚越弯，它就那个这个拉的越大吗？拉到这边就是整，你可以用手这样抱着，第一个你脚不要怕说没力到软掉。而且第二个腰也比较不会那么吃力。好，那不管了，来，我们就要觉得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只是忽然想到，我怎么做客人。好，下一个是056107页，旋转髋部的站姿拉筋操。步骤：站在桌子旁，抬起内侧的脚。你要站在桌子，你要站在桌子旁边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不是桌子，所以你脚没有办法放在桌面上。要那么高、哦？他脚要放在桌面上，你那边有一个桌子，现在家有一个桌子。这个不要压下去，只能碰的。这有一个桌子。然后。你脚要放在桌子上面。哪个地方要放上去？我弄给你看你。来。我的。好。没有照到了，我要调整一下我照相的位置。这样子。对，哈。脚是内侧屈曲。对。那脚是放上去的，哈。我先开始念哈，056旋转髋部的站姿拉筋操。步骤：站在桌子旁，抬起内侧的腿，把小腿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慢慢放低身体。动作诀窍：用站立的脚调整拉筋的强度，姿势放得越低，感受的拉筋强度越强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尺骨肌，次要肌群是内收长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大肌、骨薄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属膝部肌肉拉伤、内收肌、肌腱炎、弹响髋、大转子、滑囊炎。你可以换一只脚玩。对哪些动作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
冰上曲棍球，草地曲棍球，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滑轮、武术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是编号055。OK， 下一页108页，编号057，延展上身的盘坐拉筋操，麻烦你坐在地上，步骤。双脚交叉盘坐，背部保持平直，然后上半身缓缓地往前倾。这样子吗？对。拉到的肌群，动作诀窍重点是保持背部平直，而不是全力让上半身往前延伸。你听到吗？背部平直，不是全力让上身往前延伸，这个地方要平直。平直呢？哎，来，你看我的。平直，现在是平直，然后平直往前。你刚刚没有保持平直。对，手往前。对，这个地方要平直。拉到肌群，主要肌群是，你可以再往下面一点吗？不行啊。好。那你摸摸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平直的意思，平直啊。拉到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梨状肌、上掘肌、下掘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，次要肌群是臀大肌。有助于收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属膝部肌肉拉伤、内收肌、肌腱炎、髂小宽、大转子、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，你手是往前的，我刚刚是因为我在念书。没关系的，那手不重要。哦，真的。对。最主要它是下半身，不是上半身。对，上半身要平直。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滑轮、武术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行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8，可以吗？下一页109页，编号058，脚掌对顶，延展上身的坐姿拉筋操。步骤，坐姿，屈膝，让脚掌对顶，保持背部平直，然后上半身缓缓的往前倾。重点是保持背部平直，而不是全力让上半身往前延伸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梨状肌、上掘肌、下掘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。你这样姿势对吗？你现在的你没有平直，我看起来是弓着的。对。然后你的脚没有收，你可以摸我的一下吗？之前摸我没地方，好，你看我的脚收在这个地方，OK， 然后我的背，你看我的背是打直的，然后手放在这往前，重点是我的背部要打直，然后我的脚要收到肚里面，对，脚收到里面，几乎我都碰到了，然后你看我上半身，你这脚。重点是这个地方要保持平直，你这个地方是松的，这要松的。我卡住了。哦，这样 ，OK， 好。这个卡住了。那我刚刚练到哪里？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梨状肌、上掘肌、下掘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，次要肌群是臀大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属膝部肌肉拉伤、内收肌、肌腱炎、髂宽、
还想宽大转子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地下越野运动、冰上举重球、草地举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7。下一页，110页059，坐姿抱膝的臀部拉筋操，步骤：踩坐姿，一脚平放，一脚平放，另一脚跨到平放脚的膝盖外侧，将弓起的膝盖拉向对侧肩膀，同时保持背部正直，肩膀要朝向正前方。差不多了。动作诀窍：背部保持平直，肩膀要朝向正前方，这个拉筋操就能让臀部得到最大的好处。不要让肩膀转向弓起，不要让肩膀转向弓起的膝盖。拉到的肌群主要，主要肌群臀大肌、次要肌群半膜肌、半腱肌、股二头肌。半膜肌、半腱、半膜会拉到吗？你摸一下我的，你摸一下我的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，你看我的背部是平直的，保持平直的，然后我把它这边后面有拉到，身体对，大不是它秀出来的是我的下面的这个，对，那我这个地方拉到，它没有画到另外一只脚没有拉，是这只下面这只，不是这只的弯曲的，这里弯曲的后面的这个臀大肌，它这一块会拉到吗？这一块它有画到吗？对，它有画到这里，那这。这里它没有上面没有画到，它就是画到，它有画到臀大肌是主要肌群，对，然后次要肌群是半膜肌、半腱肌、跟股二头肌。我现在问大姐，你自己感觉了？这一段，像这一段，我现在摸这个，你有感觉被收缩吗？被拉到，因为它在内侧比较不会，这是外侧这一条被拉紧嘛。那这一条是有，这一条应该是没有，这一条是在内侧只会更短，它就是被没有在被伸展啊，这一条有没有？我现在摸的你这一条，好像有一点，有一点被，有一点我感觉被拉扯紧吗？因为你要往身体呀，你往身体靠啊，往身体靠啊。我是觉得后面那一个是股二头肌啊，半腱半膜我觉得还好的。我练完了没有？我都忘了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腿后肌拉伤、髂胫束症候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，啊，换脚，登山、定向、越野运动，最主要是，我觉得它是强调那个，背部要平直。定向越野运动。冰上举棍球、草地举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1。下一页，111页，编号060，坐姿抱腿的臀部拉筋操，步骤：踩坐姿，一脚平放。用双手抱住另一脚的脚裸，并把脚裸往胸部压。用双动作诀窍，用双手和双臂调整这个拉筋动作的强度。脚裸越贴近胸部，拉筋强度越深入。胸部？对。是往身体还是往胸部？他的胸部是指？胸
他的胸脯是这里。这只，它是这只，它是这只伸直啊，然后这个拿起来贴到这里。哦。贴在胸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要靠在胸部啊。你还没有靠在胸部。那你不要强人所难。一定要强。你可以把我拉，你看我已经拉到底了。你摸我，我碰到我的胸部了。你们是怪胎。你们这是都是怪胎。你们放到胸部，你看我的脚已经在我身上了。好，动作诀窍，用双手和双臂调整这个拉筋动作的强度，脚裸越贴近胸部，拉筋强度越深入，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是梨状肌，次要肌群是上厥肌、下厥肌。啊，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来试试看，这一只脚可不可以？这只脚也可以啊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？梨状肌症候群、弹响、髋大转子、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。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竞走、健走，可以配合练习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4。好，这个报喜。坐姿抱膝，臀部拉筋操讲完，然后061，下一页112，可以吗？嗯，这个是仰躺式的拉筋操。嗯 ，OK。步骤：身体仰躺，一脚扶持为右脚，跨到另外一只脚的这个外侧，把右脚的脚后跟拉到左脚的膝盖旁，然后。用左手把弓起的膝盖往胸部方向摆，一只脚是放在地上的哦，嗯，一只脚放在地上，对对对，不是，那个脚要放在地上，哪一只脚？对，这只脚。啊，哎，我说给你看，这脚放在地上，我给你看，对啊，哎，然后，然后摆呢？哦，只是这样绑而已。嗯嗯。用另外手来绑。对。好，你是说这样子绑而已，是不是？对。对。这样子绑吗？对。哎，那跟之前有一个脚伸直的，我记得他有一个脚伸直啊，上个礼拜。对，上个礼拜有伸直啊。我先把这念完。好。动作诀窍：双肩要平贴地面，双肩平贴重面，重点要把弓起的膝盖往胸部板，而不是往地面压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臀大肌，次要肌群是瓣膜肌、半腱肌、股二头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。腿后肌拉伤，髂胫束症候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竞走。健走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9，可以吗？哎，但是我要示范一次给你看，可以了。好，下一页113，编号062，坐姿跨腿的臀部拉筋操。步骤：踩坐姿，一脚略屈膝，另一脚跨放在屈膝的大腿上。然后慢慢把上半身往前倾。靠两只手吗？两只手是往前伸，对，放在另外一只脚上。哪一只啊？另外一只脚。对对对
那这些脚要微弯曲。对，微弯曲。还是伸直。微弯曲。微弯曲。对对对，这个动作诀窍，这个拉筋动作有点小难度，身体重量一定要良好的支撑，如果必要可以用双手保持平衡。若要提高拉筋强度，背部要保持挺直，再将上半身往前倾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梨状肌、上厥肌、下厥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，次要肌群是梨大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一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、盘响髋、大转子、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我现在这个动作就是了，哎，这样。另外一只手你是放在哪里？两只手。对对对，两只手往前伸。那然后这边要微微弓起来。对，那上身背部保持平直。哦，好。这样，两边都做。它是放在越靠近大腿根部越好。不是，这个脚要放，你摸一下我的腿，我的腿，这个是这。它不是说放在膝盖旁边吗？它是说另外一只脚跨放在屈膝的大腿上。哦，屈膝的大腿上。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这里，你所以你这个脚再往下。这样子。对。然后你的这脚是直起来的，这样子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要摸一下我的脚，这只脚是那个脚背是这样的，这是直的，然后这个脚是这样的，对对对，这样 ，OK， 懂吗？然后你那个手往前，这样，手往前，这个地方平直，保持平直，对，往下。然后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呢？我拉到肌群讲完没？还没。主要肌群梨状肌、上厥肌、下厥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放肌。次要肌群是臀大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、盘响髋、大转子、滑囊炎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竞走、健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是编号060。好，下一页也是最后一个，第114页063，仰躺。跨腿的臀部拉筋操步骤：身体仰躺，一脚略屈膝，另一脚横放在屈膝的大腿上，然后抬起上半身，用双手把膝盖拉进身体。动作诀窍：透过把膝盖拉进身体的程度来调整拉筋操。就这个吗？哎，差不多，是就是这样，没错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梨状肌、上厥肌、下厥肌。下厥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外肌、骨方肌。次要肌群臀大肌，有助于修复。你可以换脚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梨状肌症候群、盘响髋、上身要起来，上身大转子、滑囊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。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行、竞走、健走、竞走，
可以配合练习哪些拉筋操？编号062。好。第十章结束。过半了，过半了。哎，对，现在063，一共总共到第几章？一共是114。我知道，总共到第几？到第16章。还有6章的意思。现在到10章结束了。还有6章。还有6章，对。好，关掉。啊。